欢迎收看由正大冠名的三农群英会栏目。为参加比赛，水族马尾绣传承人要挑战极致。我全部要找到白的马尾来做，不要参与到黑的了。寻找白色马尾屡屡跑空，他濒临绝望。很难了，很难找了。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水族马尾绣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韦桃花执着追梦的故事。九和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哎，本年年代的天乐要问谁本地接到你吗？奔放啊喂，奔放啊喂。我跟你们说啊，你看嘛，这个黑马尾的我不满意，我想找一个白马尾的来绣一幅去比赛。妈，我跟你讲嘛，我们几个姐妹都跟你做了两幅了，你觉得还不满意，我们觉得挺好的，要不然我去拿来给两个姨娘跟看一下行不行？好，你拿去看吧。她叫韦桃花，是贵州省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水族马尾绣代表性传承人。今年九月，黔南州将举办童心筑梦锦绣黔南妇女手工大赛，离大赛还有近一个月时间，他正和儿媳妇一起准备参赛作品。来，姨娘，你们看一下嘛，这两幅作品，我妈妈还不满意，你打开看一下嘛。漂亮嘛，这个好啦，不换啦，好漂亮，那个颜色都配好啦。儿媳妇拿出来的这两幅马尾绣作品，是韦桃花和几个儿媳妇之前一起完成的。虽然也属于马尾绣中难得的精品，但是韦桃花却觉得主题立意还不够突出。我想做那一幅作品，56个民族的，在56个蝴蝶都是在中间。蝴蝶呢就是蝠，它呢含义都是很好的，它就是蝴蝶的就是一个民族团结在一起。水族马尾绣在三都水族自治县已有上千年历史，被誉为刺绣活化石，多以白色丝线将2至3根马尾绕裹起来，做成马尾绣花线。这样的绣花线不易变形，经久耐用，而蝴蝶纹饰更寄托了水族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以后我做另外一幅的话，我全部要找到白的马尾来做，不要参与到黑的了，一根黑的就不要参与了。韦桃花之所以提出这次参赛作品全部采用白色马尾，是因为自古以来最传统最地道的马尾绣应该全部用白色马尾，白色马尾与白色丝线更能够浑然一体，绣出的马尾绣最具代表性。这个地方是风俗是这样的，最好的是白的，代表我们的水族的文化啊，要更多一个更丰富的。但是由于白色马尾相对于其他颜色的马尾来说比较稀少，当地已经有20多年没有出现全部采用白色马尾制作的大型马尾绣作品了。因此韦桃花想在这次的比赛中制作一幅全部用白色马尾制作的大型马尾绣，一展古老马尾绣技艺的最佳风采。但是当韦桃花提出全部采用白色马尾制作参赛作品时，儿媳妇们都十分诧异。你做那么大一幅，去哪里要那么多白色的马尾？白色的马尾也没有那么好找呀。再说了，时间也急嘛。你们不愿意去找，我去找马尾，我不叫你们去找。你们只要答应做就可以了。等你找到白色的马尾了再说吧。白马的很少，100条马的才有一个白马的，难找的，很难找的，我决心一定要找。作为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马曾经在水族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以前的水族人几乎家家养马，用于干农活、驮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马已经逐渐退出了当地人的生产生活，养马的人越来越少，寻找马尾就已经不太容易了。想要找到白色的马尾，可能更如大海捞针。但是韦桃花还是决定试一试，他准备先去平时订购马尾的马肉店问问看。嗯，人去哪里了？哎哎耶，那个这个老板去哪里了？今天他不在家，不开门了，那我打个电话，打个电话看。今天不买，今天不卖马肉了。现在你买的马是白马、白马尾吗？是白马的，是黑马的？你买是白的吗？是黑的？是不黑的，是吗？哦，这个是黑的是吧？没有白的。白的没有。现在你知道哪里有白马吗？有没有？白马那个好贵啊。啊？那个白马好贵嘞，买不到嘞。好贵啊，买不到了是吧？嗯。哦，那有没有了？啊，这没有啊。连做马肉生意的商家都说白马难寻，韦桃花心里虽然有些失落，但是仍然没有打算放弃寻找白色马尾的想法。他决定再去临近的村寨碰碰运气。那里还有马尾吗？马尾吗？没得了。没有啊。你都是比赛得那么多奖，跑马是不是？马我跑的。哦。我都不注意看的嘞，好多奖哦。有一点马尾吗？马尾现在他们都用都用过了嘛，到了错了，我们说谁错的马尾谁不知道。是啊。没有。那你告诉我哪家有没有了？寨子。寨子上的一般都是没有。哎呀，那我另外去找了啊，谢谢啊。哎呦，难找嘞，去哪里找？那么先走了啊。本想着村民手里可能会有白色马尾，没想到人家的马尾已经用完了。韦桃花越来越感觉到寻找白色马尾的希望有些渺茫。太难了，我绕了一圈了，找马我问了一圈的闯人就问了，都没有了，找不了，很难了，很难找了。寻找白色马尾的第一天就屡遭不顺，有些失落的韦桃花只好先返回家里再做打算。妈，你回来了呀？嗯。你找到马尾了吗？找不到。找不到啊？嗯。那就不找了吧，那么辛苦不找了吧。哎呦，叫去远的地方还要找。还要去找啊？对。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啊？嗯，不叫你们，我自己去。自己第一天寻找白色马尾未果，韦桃花并不想在儿媳妇面前有失脸面，坚持自己一人再去寻找白色马尾。那你去吧，路上小心一点。可以的，我不愿意叫你们去，我自己去算了。那等一下吃饭你再走吧。好。韦桃花打听到30多里外的一个村寨可能会有白色马尾，匆匆吃过午饭后，韦桃花就赶紧骑上电瓶车赶了过去。进入村寨后，两位带着孩子的老人吸引了韦桃花的目光。喂，他多水啊？就是多了。你要多水了呢？我70多了。你70多啊？咦，这个背带，你的背带上好看哦，没有？好看哦。哟，自己做嘛，自己做的啊。嗯，这个是柿子绣，这个是铁布绣，哇。嗯。哇。这个绣好看，这个两个是蝴蝶，两个蝴蝶。嗯。这个是金边绣，铁布绣，金边绣。你怎么没放马尾哦？那个。没有啊。没有马尾放了。哇。你讲我后面有没有啊？
那是我找的了，我给你缝的。哎呦，背几袋人哦，这个白衫背几袋人哦，啊，一袋穿一袋啊，好看好看，漂亮。哎呀，好多袋人嘞，他没懒呢，结果还穿得两袋人。马尾绣背带是水族孩子生命中的第一份礼物。水族女子出嫁后，生育第一个孩子时，娘家都会送上马尾绣背带，作为富贵吉祥的象征。而此刻，看到这个寨子里老人家的背带上已经没有了马尾绣的踪影，韦桃花心里有些难受。背少就五六代人，如果背多的话，也是三四代人，是这样，一代传一代，一传背带，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是这样，以前就这样。水族马尾绣对于今年已经58岁的韦桃花来说，可以说就是他人生的全部。3岁开始学马尾，我到5岁了，那是已经熟了，搓马尾很好了。那只是5岁就跟我妈妈就画好，那就按她的图案来绣。凭着心灵手巧和刻苦学习，10多岁时的韦桃花就成为了当地水族姑娘中马尾绣技艺的佼佼者。那我绣习惯了，我就是自己。就不用画了，不用我妈妈画了，那我自己会绣，想绣什么图案就绣什么图案。然而命运似乎对韦桃花有些残酷，在她35岁的时候，丈夫突发疾病去世，从此一家人就靠她一个人制作出售马尾绣维持生活。就是还有两个老人跟我，还有5个孩子，最难的那时候还要爬田啊，他们都跟我爬。然后我儿子又没有钱给他读书，他又去打工，还有4个小的，那他们还要吃要穿的，还要读书呢。我们家全部靠这个马尾绣来过生活的。2006年对于韦桃花来说是一个命运转折点。就在这一年，水族马尾绣被列入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韦桃花也因为技艺超群，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马尾绣代表性传承人，并由此开启了他的水族马尾绣绣娘培训工作。我都是免费教他们的，我都没有收费的。我是想这个我的这个马尾绣呢，全部我的技艺全部教给他们，把我们的马尾绣发扬光大。在广泛培训水族绣娘的基础上，韦桃花又带领当地水族绣娘一起闯市场，期望让更多的水族家庭通过马尾绣富裕起来。我培养的话，全部村在每一个乡镇都有的，我有订单，全部给他们绣，我就发给他们。如今，韦桃花已培训绣娘2000余人，提供就业岗位500多个。人年均增加收入3500元以上，韦桃花也为当地的马尾绣事业忙得不亦乐乎。我在这里，我做这个行业，我有要培训，要开会，要活动，要做活动，要出去外面展销。我的梦想是要把马尾绣更加做大做强。对于参加今年9月的黔南州同心筑梦锦绣黔南妇女手工大赛，韦桃花也是卯足了劲，一定要拿出一件全部采用白色马尾的精品大作。为此，韦桃花必须得找到白色马尾。就在他濒临绝望，不停地奔走在一个又一个村寨的时候，终于在一个偏远的村寨有了发现。姨妈，我跟你说嘛，我想需要你的这个马尾，你可以给我吗？不给的。给嘛，那我帮你搓。我帮你搓马尾，你要给我啊！我帮你搓马尾，我帮你搓，你要给我。好的。哦，谢谢。眼前突然出现的白色马尾让韦桃花无比惊喜，虽然只是一小撮，但对于已经寻找多日的韦桃花来说，已是十分难得。我跟你说嘛，我做马尾给你呢，以后我想拿一个一点那个作品的给你做，做呢我要设计好给你，
要特别特别的那个是丰富的以我们水族的的那个精美的马尾袖拿去比赛，好吧？好的。哦，那你可以了啊，我戳这里给你了，那你就给这个马尾给我啊。好的。哎呦，你哎呀，好心哦，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你都把嘴巴说的起泡了，都不给你。嗯，少了是吧？钱不白的没有是吧？没有多了嘛。白马尾很贵的哦。嗯。嗯，现在你用了还要卖50给我了吧？好，那也要，急的用。来，收微信。我发红包给你哦，50块是吧？这个红包了啊，发给你了哦。好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小撮白色马尾，惊喜之余，韦桃花对于接下来继续寻找更多的白色马尾似乎又有了一些信心。很少的呢，不够的话还要找。嗯，才一点点，才没有一只手的，一少太少了，还要找的。天色已黑，这时候韦桃花突然想起今晚家里给孙女过生日，她赶紧匆匆赶回家里。奶奶来了！哇！耶！耶！我们来了，我们就在这里等你们了。呀，你们还等我啊？你们不早睡觉啊，还等我啊？那开始吧，开始点蜡烛啊！哇，还等我的，高兴了！哎呦，哎呦！当听说韦桃花终于找到了白色马尾，大家都一下子更开心了。妈，你那个马尾找的够不够啊？不够，我还找吧。找一点，还找。哇，那每天都这么累。是啊，那要找啊，我还少一点，我再继续找。今天我看你们那么晚，你们还等我。我看见你们，我一点都不累了，我找马尾都不累了。很高兴了，我见你们都很高兴了。好不容易找到白色马尾，但是量少难以满足需要。找几个寨子才得一点点的。走投无路之时，没想到喜从天降。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礼物了。哇！三农群英会稍后继续为您讲述水族马尾袖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韦桃花执着追梦的故事。好不容易找到的一小撮白色马尾，韦桃花视若珍宝，给孙女过完生日后就赶紧把白色马尾放在安全的地方。那钥匙呢？那钥匙锁起来吗？是啊。那钥匙在下面，你去下面拿。那你找给我啊。拿给我。我拿去锁了，不得孩子搞乱玩。锁去里面。虽然只是不多的白色马尾，但是韦桃花却看到了希望。已经累了一天的韦桃花又连夜设计起了新作品的图样。啊，这么晚了你的孩子睡觉呀？嗯，12点了都。12点了，12点也要做啊，做完呢、啊、干活要干，干完才睡觉啊。这么晚了你先睡，然后明天再做呗。明天要急要的呀。都这么晚了，今天非得干完吗？明天再干呗。明天还去找马尾嘞。哦，明天还要去找马尾哦。对呀、啊，没有时间嘞。哦，那我跟你一起做吧，一起做完呗。好的，要干完这里才睡觉。韦桃花有5个儿子，儿媳妇们都是马尾袖技艺的接班人。作为婆婆，韦桃花在儿媳妇们心里的分量很重。嗯，我们几个姐妹嫁过来，然后都很心疼她的，因为她为了这个家，然后就是很劳累的都在奔波，就在前面带路，带我们一起走。本来的话，我是心里面是这样想，因为马尾那么难找，我就估计她没有找到，然后
就夸夸海口嘛。他现在找到的话，那我们反正他都有这么大决心了，那我肯定要帮他完成这个梦想。虽然找到的白色马尾还不够用，韦桃花还是决定边制作边继续寻找白色马尾。第二天一早，他回到老家三洞乡榜告村，把找到的一点白色马尾和画好的图样分发给村里的绣娘们开始制作，力争把工期往前赶一赶。我到处找的，找几个寨子才得一点点的，没有多的。这个马尾呢，白的马尾不容易有的。我一拿来，你看嘛，我们寨子呢，他们也很高兴，我来一趟，他们也很高兴。这些绣娘都是韦桃花一手带出来的，当听说是参与制作参加比赛的马尾绣作品，大家更是兴致高涨。但是韦桃花带过来的这点白色马尾还远远满足不了制作所需，当务之急还是得继续寻找白色马尾。当韦桃花从老家村寨赶回家里后，没想到一个大大的惊喜正在等着他。哎，主席你来了，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礼物来。哇，这样的，你猜猜看是什么？猜什么呢？我看，来，你看看吧。哇，来，哇，有马尾吧？哇，子琪，你去哪里找的那么多马尾啊？够用了，那么多够用了，够用吧哈，够用了，够用了。哎呀，这个也是，哇，很好、哦。这个咱们的那个，您说了以后，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交流网平台上面，然后我就看到有人发布了。发布以后说，那赶紧你们找找吧。哇，然后也是挺艰苦的，然后找挺艰辛的找到了。哦，感谢，够用吗？够用了，够用了。这就是这那么大了，那么长的，够用了，够用了，谢谢。哦，马尾好。当韦桃花介绍了自己打算制作的参赛作品后，黔南州妇联主席艾丽薇十分看好作品的主题。他能够想到56个民族，五十六只蝴蝶代表着56个民族，他能够想着我们这个民族，全国56个民族团结一家亲，这个他能够有这个高度啊，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他是一个就是，非常独立，非常自信，非常能够吃苦。别看他这个个子不高，但是能量特别大啊，有一颗大爱之心。有了足够的白马尾，韦桃花在儿媳妇和绣娘们的帮助下，20多天后，一幅巨幅的水族马尾绣蝴蝶图终于完成了。嗯，哎呀，终于这幅完成了。我看一下，看一下，来看一下，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先挡一下，看一下，洋洋你看一下，好吧，看一下，这里来。好漂亮哦，终于完成了56个蝴蝶，56种线，就是代表这个56个民族。这幅表达的话就是团结一心，是不是？是啊，哦，蝴蝶又是吉祥物，然后又是团结一心啊。是的。哦，漂亮，超级漂亮，这个太漂亮了，这个真的很漂亮。你看这个颜色，这幅画呢就是56个蝴蝶，就代表我们那个56个民族，共同团结，还有五十六个线，56种线的来配在一起，蝴蝶就代表幸福，就是以后我们做的马尾绣更好，带领大家的过着幸福的生活。